喽，大家好，我之前呢拿到一个我很喜欢很喜欢的包包，然后看标题你们也应该知道是什么了。我已经用了差不多两个月了，很喜欢很喜欢，我来给大家测评一下吧，就是我这两个月的一些使用感，还有就是这个包包的容量。然后它的盒子是这样的，因为Chanel的盒子基本上是跟包包同一个size 的，就不像有时候 LV 什么的就会拿很大的盒子，然后里面很小的一个包包。我之前才拿到的时候是在车上拍了一个开箱视频，然后是发在小红书上了，对，我好像没发在 ins 上面，你们有兴趣的话我会放在这个视频的片尾，大家可以去看。 Chanel 的防尘袋是除了 CF 还就是他们的经典款是白色的那个防尘袋以外，其他的包都是这个黑色的防尘袋，材料还是有差别。其实我因为这个包我这两个月用的非常多，我都没有把它放进这个防尘袋里面。然后这就是今年特别特别火的 Chanel 的牛仔小金球，然后这个包是我很早很早就定了，而且我是非常确定自己是要这个方胖子的，因为这一款除了方胖子以外还有一个 CF mini CF 嘛，就是比较长款的，因为方胖子是我没有的一个包型，而且我没有这种很蠢萌蠢萌的比较偏正方形的包，然后我就很想要一个这样的包型。像那种比较长条形的包其实我已经有了嘛，我也不是很想要，而且我觉得我选的这个材质嘛就是比较的随性，比较的蠢可爱，就想要一个不要那么正式的包型。更多人想要 mini CF， 因为是毕竟是一个 CF 嘛，是一个经典款嘛。但是我真的很想要这个方胖子，我就完全没有犹疑，我就说我叫方胖子的这个牛仔，一直抱着很忐忑的心情等待等待等待。然后当时这个包上的时候我以为没戏了，我想说我的 sales 都没有通知我，但是我还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又发信息给他，因为我真的很想要这个包嘛。然后他当时也没有回我，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吧，可能就是他手里可能有两个了或者说怎么样，就给我留了一个，我特别开心，也特别特别谢谢他。其实香奶奶的包我已经没有太，因为我已经有几款了嘛，所以我已经没有太执念说我一定要再买一个香奈儿的包了，因为他们涨价也涨挺厉害的，然后我觉得还不如去买爱马仕呢。但是牛仔款是我一直的一个很想买的一个东西，我之前很想买一个他们之前出的那个大的牛仔的 CF， 就很大的可以斜挎的很随性的背的那个，然后我问的时候已经那因为季节款就是这样就已经没货了，唉，还挺伤心的。那款我真的很喜欢，这个包包是一般的方胖子的版型，就是打开就是一整个没有隔层，然后它里面有一个小布袋，就是这个小布袋，大家能看见吗？这个里面可以放一些，我不知道它挺浅的，我不知道可以放什么纸巾什么的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拉链，可以拉开放一些东西。我一般来说都会把就是保卡，就之前他们不是卡嘛，放在这个拉链里面就随身装着。但是呢，因为他们现在已经出了这个芯片版，我的是芯片版的，现在的包好像都是芯片版的了，除了那种小盒子就不需要那个保卡了嘛。然后这里面的膜我还没撕，感觉香奈儿的膜有什么好不撕的呢？撕了以后好亮啊。但我这个包是哦，它上面还有个码 PCU 什么什么数字什么的。我这个包是意大利制的，但我其实好像不是很 care 这个法国的还是意大利的。我当时拿着的时候我是检查了的，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。然后它的这个珠珠嘛是走的这种牛仔的包起来的，就它的做工是需要把这个牛仔包在这个珠珠上面，然后当时看了还做的还挺好的，还包的还挺好的。然后它这个就是按下去你就可以收缩这个链条，特别的方便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包其实没什么好上身的，就是它上身是就是你想怎么背就怎么背，你可以这样斜挎，一般我都是斜挎着背，我会调到比较短，调到胸口的位置。如果你想放长一点的话你就可以再放长一点，然后调到你的胯的地方。当然你可以把它取下来斜，就你也可以这样背，也很好看，很好看，超好看的。这个你不喜欢太甩的话你可以这样绕一圈，这样绕在这个柄上就可以了。然后你还可以把它调短当一个晚宴包，你可以调到这样，然后把这个藏到里面去，然后再把盖起来，然后就可以这样提。那可以调到尽可能的短，当一个手包一样。对，然后这个包对我来说就是特别特别的实用，而且它的容量也非常非常的大。这个包我真的非常喜欢，当时我看到那个包图片跟 sales 定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如果是银的就好，牛仔配银扣可能会更年轻一些，本来这个包就已经很清纯很年轻了，但是这一季它就只出了金扣嘛，所以我又没什么好选的呀，就是这一个呀。然后拿到真的非常的开心。哦，它后面还有一个这种微笑的，像他们一直以来的经典款微笑的这个，但是我从来没装过任何东西，可以塞一下停车票啊什么的。然后像我如果搭它的话我会搭这种比较运动一点的东西，就是比较简单一点的。但是如果你要用它搭比较正式的衣服也可以，就是夏天背这个包是绝对是无敌，然后冬天背我也觉得很好看，因为有时候大衣比较沉嘛或者比较深色一点，你搭一个这个外面的这个比较亮色的包包在外面，然后拉伸一下你的腰线，我觉得就很好看，很好看，而且也是一个你整体的一个体量。它是浅牛仔，很多人说希望出深牛仔，因为牛仔会有一点点那个变黄的问题，这个我确实是
也担心过，因为我有一个牛仔的鸭舌帽，就我很喜欢，但是它明显就变黄了，因为是帽子嘛，就是比较出汗呐、啊，就容易出汗什么。但是那个帽子我就还是在戴，因为我很喜欢嘛。但是这个包包，我觉得如果只要不是你用水呀、啊、或者用手汗一直去浸它，就是我觉得应该还好。唯一就是它是布的嘛，它是牛仔布的，所以说我不太敢带它去吃火锅，我怕沾上油了以后，反正对我来说一个油点点，可能我很介意。如果是冬天背、秋天背，我都是比如说我搭在这个里面，然后外面我再套一个衣服，这样的话就这个包若隐若现的，而且起到一种保护的作用嘛，就是不会让一些东西不小心溅在它身上。像这个小小的包，我就希望它是亮色一点的。然后我就来给大家测试一下它的容量。然后这是我昨天背的包包，所以说我就来试。然后今天要去买一些东西，然后就想把手空出来，因为这个包就只能拎着不能斜挎嘛，所以我就用今天就用这个包吧。我如果平时肯定是必带的，肯定是一个卡包。然后我有两个卡包，一个是 Chanel 的这个255的这个卡包，因为我有255这个包，我就专门去买了一个这个卡包配我那个包。还有一个是这个爱马仕的这个卡包，我一般只会带一个，就我带这个卡包。如果是我买很贵的东西，我才会带这个卡包，卡不一样。然后一个耳机，一包纸巾，一个护手霜，一个小的香水，这个是爱马仕的那个24的那个香水，一个小的多用。然后一个洗手液是必带的嘛，我这个洗手液比较小，专门是配的一个小。两支口红，一个是 MAC 的 Taupe， 我本来想铁皮的时候把这个用完给大家分享的，但是你看还剩那么多是用不完的，因为我马上就要出铁皮视频了，年底了嘛。然后这个是爱马仕的一个口红润唇膏，之前有分享过。然后是一个这个糖发圈嘛，这可带可不带，这发圈你也可以留在外面，很好看，看你自己。然后我的钥匙，车钥匙和家里的钥匙就可以了，就完全盖起来也没问题，这样胖胖的呼呼的。然后容量也很 OK， 就是还可以塞其实，但是不要把它塞太满了，因为我已经发现到它这个扣扣不是要转一下然后这样抬起来嘛，你要放下去的时候你要把这个盖子这样压下来，然后把这个扣扣放进去，这个地方有一点，有时候有点不太灵活，然后再把它这样抠起来。这下面的这个扣扣呢就已经有点磨损了，因为你得一直这样把它扣进去，这就会磨到嘛，所以说它里面就已经有一点点的花了。这个地方我想要的扣是你磨了磨了它就会变成白色的，银色偏白那种，就是稍微这个地方要注意一点。有时候我都会敞开背，因为我觉得敞开背也挺好看的，就这样敞着然后斜挎着。好，我再把这件东西都拿出来给大家放一个，因为我今天想带个笔记本，因为我一会儿要去开一个会，所以我可能不太需要带这些有的没的。这是我之前买的爱马仕的，然后它是分开卖的，你是先买个这个皮然后再买里面的这个内心。然后我是准备明年就当我的那个手杖来用嘛。然后这个是一个鼠尾草绿，我放进去是完全可以放进去的，它里面有个放卡的地方，所以我就可以不带卡包。平时需要带一些驾照，因为我怕查嘛，然后我会带一张这个付钱的卡，因为这边驾照就可以当身份证用了，你就不用再带自己的身份卡了。两个医疗卡，因为医疗卡要带着，我怕万一带了，因为今天不需要花什么钱。哦，里面带个现金吧，有点现金万一有时候需要用一下。然后现金我就塞在这个小的这个袋子，就是我刚刚一直忘记给大家测评手机了，因为我手机就一直放在外面，时候也拿在手上嘛，所以说就忘记给大家测评了。但是我的手机是 iPhone 13 Pro 是塞进去是完全没有问题的，因为我这个是买的犀牛壳，那个壳加上去会加大这个手机的这个 size， 因为那个壳真的是很结实，不管怎么摔这手机都没有一点点事情。加上以后这个手机是更大了的，如果说你是单机的话塞进去完全没有问题，如果你加了这个壳也是可以塞进去。然后手机是在这个地方，然后这是我刚刚放进去的笔记本什么什么东西，它的长度就是在这里，就刚刚好，刚刚合适。上面你还可以放一下钥匙什么的，然后再把它盖起来，完全没有问题。放了手机以后感觉要重了好多，像我自己背我就这样子散着这样背就可以了，但是我一般会背得更高一点，会这样稍微斜着一点点，太好看了吧。然后配一个鸭舌帽什么的，很酷的风格。这包真的是可盐可甜，超好大的。好，这就是这个包包的容量，我相信大家，我测了两遍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吧，就是不管我有什么样的需求这个包包都是可以满足的，我觉得超级喜欢的。因为这个包现在基本上专柜是没有办法再买到了嘛，除非是有些地方才到货，但是如果你不是第一批订到，后来应该是不会再到货了。但是我觉得大家不用担心，我觉得像牛仔这个是他们每年都必出的一个季节款，就算之后不出这个样子的，我相信他们也会变个法儿，比如说把这个金球换成另外的东西什么的，然后再把它复刻出来。如果再复刻的话，我是非常建议大家收的。这个包包我真的太喜欢了，就很想分享给大家。谢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